我们来看第八课的段考复习。What do you like to do blank summer? I like to go swimming. 他说，诶，在夏天你喜欢做什么？他考你介系词。OK, 时间的介系词。好，好，我们看一下 summer 是不是季节？OK, 好，季节的话用什么？用 in。季节用 in。Summer 是夏天，夏季。夏季用 in。OK, 答案是选 B。好，这个不对哦。好，in 加月、季、年、月份、季节、年份，对不对？in 加月、季、年。OK, 好，in 加月、季、年。好，on 加什么？星期、日期或替，就是特定的一天半天，特定日子的一天半天，好，那种一天半天。OK，at 加什么？加几点几分？十分？几点几分？OK，好，所以是什么？第一题选 B。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summer?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summer? OK，好，看第二题。We had a lot of blank last week. OK，好，然后上个礼拜呢？上个 last week 上礼拜，last week 上礼拜，上星期，上个礼拜呢？上星期，我们这里有许多的什么？好，来，这是什么？rain 的名词用法，rain 的名词用法，记得哦，它是不可数的，不可数名词不加 s。好，所以 A 划掉，然后呢，名词用法不用 ing，这个是形容词用法，下雨天的，下雨的，有 why 是形容词用法，所以第二题是选 C。We had a lot of rain last week. OK，好，We had a lot of rain last week. OK，第二题选 C。好，我们看第三题，it 开头，it always 是什么？a lot 好，in the USA in winter。美国呢，冬天怎么样？下很多雪。好，什么 a lot 的话有没有下？这个是动词用法了，动词用法哈，很多不是很多的，只有很多哈。这边是很多的 a lot of，这叫很多的，许多的，这是形容词用法。好，这是副词用法。OK，好，程度副词哈，下雪下很多，这是很多的雨，很多的雨。好，我们看一下这里。下动词用法对不对？这个 why 是形容词，snowy 是形容词，这个划掉。好，然后呢，it 是不是主三单？主三单的话，这也是指他们通常那边都是这样，所以要用现在式哈，表示事实。OK，用现在式，it 主三单加 s，所以 B 划掉，答案就是 C 了。OK，好，主划掉，表示事实的话用现在式，表示它是什么？事实。是使用现在式，用现在简单式就是现在式。现在式的话，主三单动词加 s，啊，snows，OK，snows。It always snows a lot in the USA in winter。他说呢，美国的冬天总是什么下很多雪。It always snows a lot in the USA in winter，不是下雪下很多，所以加 s 哦，不是，是因为它是主三单，it 当主词，主三单动词加 s。好，第三题选 C。OK，我们看第四题。Blank rained a little last month. We don't have enough water now. 好，他说 last month 上个月，上个月 a little 一些些。只有一些些，好，然后呢，只有下雨下一些些，对不对？上个月是不是过去式用 ED？好，动词用法的主词就是用 it，天气的主词是 it，OK，好。他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没有足够的水，We don't have enough water now。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水，天气的主词是 it，所以选 C，OK，好，好，来，如果说主词用 we 的话，要用什么？We had，好，We had。A little rain, we are pay had 的，因为这过去式呀，we had 的哈。记得天啊，there 呢配 is 或 was，对不对哈？We don't have had 的，we 的主词是 have，用在天气主词，它的动词用 have 或 had 的过去式，there 用 is 或 was。好，OK 哈。那我们那个天气会说什么？The weather is
sunny。OK，好，不会说 the weather rained 不行，不是用这个。好，所以是答案是选 C。第四题答案是选 C。It rained a little last month. It rained a little last month. We don't have enough water now. 好，只有像一些些，OK，一点点，一些些。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五题。Blank is the weather like in autumn？好，他说在秋天 in autumn，autumn 是秋天，在秋天怎么样呢？天气像什么？Like 关键字在这里，like 是像，要像什么？用 what？好，所以答案选 A。第五题答案是选 A 哦，不是如何，how 不加 like，不是像如何，好，也不是像谁，像哪一个？哦，天气就是 what，不然就是 how，对不对？what 加 like，how 不用加 like，how 不用加 like，OK，所以第五题是选 A。What is the weather like？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autumn？In autumn，it's cool and windy，哦，凉凉的，哦，有风，windy 是刮风的，OK，好，以上的重点请先记录